谢各位关注本周的节目，马上为大家复习一下我们现在的卫冕者。首先是我们的驻唱女王妍美，还有我们科技界的才子盛文，以及上周呢挑战成功的苹果。苹果今天的造型感觉非常的夏天，很清爽，对不对？哎，苹果，你有家人来帮你站台支持吗？妈妈。妈妈在哪里？啊，欢迎苹果的妈妈，也就是苹果树嘛，对不对？欢迎你来。接下来是我们最年轻的烤鸡姐，来欢迎问你。爸爸今天也来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每次只要一来啊，家里的这工作就委托妈妈来顾店了，对不对？妈妈好辛苦，然后爸爸来现场帮你加油，有没有什么话跟妈妈说一下？妈妈。生意很好，但你还要记得看电视哦。好，哇，雨中带着臭屁了，生意很好，恭喜台中的烤鸡店。接下来是一看就知道来自我们温泉旅馆的一位Lily姐。好，好的，我们的卫冕者已经备战好了，接下来请挑战者多多的加油，因为这场仗真的不好打。攸关于你的奖金以及出片的机会，马上介绍我们五位评审老师。首先是评审长小燕姐。是都很紧张，我们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评审老师阿宽老师，王国伦老师，袁惟仁老师，陈建林老师。好，其实啊，有的时候评审的意见不一定一样，所以这样我们才要五个评审，对不对？是，哎，对啊。谢谢小燕姐的包容。哪里？谢谢小燕姐包容黄国伦。黄子佼。好，马上来介绍今天300位观众评审团，欢迎你们来。有很多年轻的朋友，也有很多的长辈，用心喜多。接下来介绍我们阿毛老师领军的苏妹妹。计划，谁是 K 歌之王？拥有发片实力的歌手们将用你最爱的百大经典 K 歌一较高下，最后由300位观众评审决定胜负。歌手们拼实力，争面子，谁才是流行音乐界的 K 歌之王？马上进行 K 歌之王，欢迎3位选手回娘家。我们的毕业生石胜凯，猛男猛男。陈威啊，知性美女潘玉文，哎呀，优质的才子。好，我们今天的歌手呢是一位才女啊，长得很漂亮，也参加过选秀。我们先来听听她的声音，看看你们的对手是谁。先声夺人。穿梭一段又另一段感情中，爱为何总填不满又掏不空？哇，他有天后谭雅一般的歌声，很厉害哈。来，请把名牌丢到我们的黑箱里面。好，有这位黑衣人送到一棚去，到底他是谁嘞？啊，非常优秀的歌坛新人小燕姐，到底他是谁呢？我想袁惟仁应该很熟悉，对不对？是，当年也是我们比赛非常优秀的一位选手出身，在比赛的时候也拿到非常高的名次。听说你很喜欢他，非常喜爱他，声音非常的特别。容许我来介绍一下。当然了，我们喜欢欢迎孙盛希。西西，哎，他不但会唱歌，而且他还是创作型，对不对？是。这个盛希其实有韩国血统，是不是？其实我是韩国华侨第三代。哦，第三代。然后我来到台湾快3年了，我在6月20日发行了我的第一张创作专辑《Girls》，希望大家喜欢。哦，很多人都很喜欢你写的歌哦。好，来，现在我们要选出来今天跟你 PK 的。还是石胜凯呢？还是陈威呢？潘玉文，加油！好，我们欢迎潘玉文。玉文也是歌唱比赛，对不对？玉文是他的学长，学长哦，对，老学长。今天这两个选手都跟袁惟仁有关，都是有关的，对不对？是，对。当年袁惟仁老师有喜欢你吗？
有，我有跟小胖老师一起合唱《玄牧》，很荣幸。对，爱你爱你，玉文，真的真的。好，来，玉文，请说一下啊。好，今天郑希选的是什么歌？蔡健雅的《空白格》。来，请开始。谢谢。好久见，嗯，好吗？好，刚举办完音乐会，谢谢。今天要选什么歌？我要唱一首就是在音乐会的最后一首改编的老歌，给我一个吻，请开始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脸上，留个爱的表情。给我一个吻，可以不可以？吻在我的心上，让我想念你。从来望着你的眼睛，你不答应。我也只能向你请求，绝不灰心。纵然闭着你的嘴唇，你没回应。我也只能向你恳求，绝不伤心。1, 2, 1, 2, 3, go。我也只能向你恳求，绝不伤心。
绯闻也没关系，我一样心甘情愿。给我一个吻，敷衍也可以。绯闻代表甜蜜，我一样感谢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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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谢谢。来来来，其实这一段的评审是300位的观众朋友，我们黄子佼。好，谢谢两位歌手啊。现在我们要开始投票了，10000元的奖金到底要花落谁家？请大家注意，举红牌代表严重犯规要离场，那是足球了哈。举红牌代表的是孙盛希，唱的是《空白格》。举白牌呢，就是代表你投的是潘玉文，《给我一个吻》。K 歌之王10000元，3秒钟，请投票，3、2、1，请选择。现在我们就要来看分数了，到底是谁可以拿到这10000元的奖金？